某品牌服饰春夏服装秀今晚在台北绚丽登场，邀请升格为人母的电眼女神林熙蕾，以及近来工作满档的大人哥陈柏霖，一同现身欣赏春装大秀。大人哥低调沉稳灰色西装，搭上女神林熙蕾蓝色流苏洋装，性感亮相，让现场镁光灯狂闪不停。两位正前方，正前方。来上面，来上面，这边，这边。在偶像剧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中，陈柏霖演活了李大人的角色，人气飞速成长。而成为人母的林熙蕾每天忙着照顾小孩，没有太多时间关注圈内事情。虽然没有特别注意陈柏霖在我剧中的表现，但对于陈柏霖的高人气也不敢意外，觉得陈柏霖在同期演员中表现非常出色。算是就是他这一代算是很优秀的演员，而且戏也很好。中国龙年的生子热潮，许多父母都盼望能生个龙子或龙女。生完第一胎也过了半年时间，问起林熙蕾是否会在龙年拼一个龙宝宝，林熙蕾表示会希望生第二胎，但不知道是否会是在今年，只能顺其自然。会啊会啊，顺其自然。不知道拼得出来拼不出来。那所以现在有在开这集？其实第一胎就已经没有刻意去计划，所以很幸运。那第二胎的话，就是也不会去刻意勉强或怎么样，有缘分就会有。